今天我們有一個禮賓，我們請院長簡華會，由一位衛士把簡華會將這個衛士送給救世軍。我相信已經送到了，在這裡大家多謝簡華會，多謝你。好了，接下來是點炮竹儀式，我們有請這個貴賓幫我們分享一個圓光炮竹，交給有請我的司儀幫我讀出貴賓。 CBA representative.